给我。哎呦，你干啥，小雨？你给我拿来。不给。拿来。你又不是我女朋友，你管我干啥？我再说，给我一次拿来。哎呦，给你，给你。不是女朋友吗？不是女朋友照顾。行，你厉害，行了吧？你干嘛？哎，回不了一点儿。好呀，嗯，就别说风凉话了。你就那么想偷？有一点点想吧。那你跑啥呀？我能吃了你？那你不是不让抽吗？你还知道听吗？我不知道听你的。真想，真想啊！哎，还想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的还想不是这个，就刚刚那个。哎，你干啥，小雨？咋了，小雨？咋还不高兴了？你老是这样，不跟我在一起，还跟我说那种话，让我心里很乱。不是小雨，我不是说不跟你在一起，我是不确定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到底是友情还是啥？那万一错了呢？那你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你，选择题不会写也不要控制。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怎么知道对错？那要不试试？那你想怎么试啊？走了。你让我心里很乱，选择题不会写也不要控制，那万一对了。